怎么回事？呼叫！呼叫！我这里出了点情况。来人呐！我们不玩你，你就得玩我们了。等等，你把时间再多给我5分钟，就5分钟。 放人呢，做下一步吧。有病人等着抢救，耽误了你负累了责。进去了。怎么回事？呼叫！呼叫！我这里出了点情况。呼叫！呼叫！我这里出了点情况。 出去说吧。B 超看胎囊形状有些不规则，并伴有流产的预兆。 别回头，听我的。这世界很酷。